我知道了。你不没事一点。啊！救命啊！你的手机掉出来了，所以你是熬。我的麻将已经对我手机掉麻将。好好吃啊！麻将零吗？来这样能快捷点击，这样能快捷点击。这都是一个好难的工程，谢谢。你们现在在麻将里，兄弟们，你们已经泡汤了。那个刘玉明，喝了那些。再等一会儿吧，我刚放进去没多久，我感觉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非常的熟了。他的那种感觉，长不给你，那就没事了。直接帅不行，如果直接帅的话，就没有层次感。真能吃了吧？甜美气。你等他开开锅再吃吧，我感觉加了水没开锅呢。上次我们吃的那个叫什么？感觉还有谁要赌啊？赌啊！一家饭店，谢谢刘叔想给我的一块赌。大家要不要吃黄米糕？老刘太勤快了，显得我们很懒惰。其实我们没有，是因为他太勤快。因为是因为带不出来，就加不了。就是打那个 H 五零零，我的衣服掉了，今天我逼的一直没办法，对，是打折价。谢谢谁给我砸的赌？哎，你衣服掉了，因为我在意我的，我是在意不好嚼的都给你，因为姐姐在我心里也很能吃硬。给我，我可以锻炼咬肌，很能吃苦，让你锻炼一下你的咬肌，让你变得更加的圆润饱满。留着下班没有？我们是不是想聊点东西？我准备讲怪话了。讲怪话了还能避着他们吗？都是家里人，都是自己人。好，那就讲刘书贤今天他要干嘛？他今天刘书贤，那就是我建了一个群啊，建了一个群，大家锻炼肌肉。吃的菜又咸，背有事儿，大家觉得很不错。我们说一起运动，我们运动的时候开视频。你没说吗？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当官的，表示支持。啊，对，我们群里一共五个人，然后三个当官的。你是群主，我是群主，还有一个左护法和一个右护法。我其实，我们发展出来线下只有两个人，这么算的话。我也很需要。我给你拉进去。拉进去。他们不需要的这些都是，我跟你说，以后都会那个什么的。何必给我划分一个管事的职业？对，会摔老。说的不是什么正经运动。是的，是抗衰运动。这还不是正经运动。抗衰。对。以后你们垮着脸，我们还是很紧绷。我们的脸还是很紧绷。你们的屁股是脸。那我不要了，哎，看我的眼影是不是很优秀？那不是你的眼优秀，是你的眼优秀。滚你的！跟他用的这种话都不开心。我花的钱白花的，你以为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眼影很优秀，真的很优秀。我吃完嘴，哦，你们不会吗？哎。我想问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吃完饭嘴巴会变大的？小包有点大，是不是没发现自己变大了？我觉得你也大，说明你吃的香啊。那是我本来就大。我觉得大家都是没发现自己变大了，其实你们都大了。对，我觉得小包变大了。他是本来他是口红晕上去了，可是因为很多人吃完之后这里没口红，这里有了，所以。有可能，就是有点，就是菜嘛，就把它煮了，然后给你拿个料碟儿，不用，我给你兜底，我能吃完。你今天现在就能吃完？能。哇，两盆菜，这可是。行，孙子吃不完，吃不完叫我爷爷。我上次给兜底是不是兜上了？吃不完你就跟小穗他们一辈儿。爷爷，你坐下。不可能，这样吧，我吃完你叫我。行，没问题。OK， 那我们拍一集，那我给你拍个视频。我这样子吧，你吃不完你给我磕个头。磕头？那你给他压岁钱。你给我磕个头，我给你100块钱压岁钱。好。但是我跟你说了，我要录视频。视频？你用眼睛录吗？我不。你磕头吃了？不过分。我哎，反正我也不是吃。大家都是羊，这儿今天都属羊。啊，可着呢，这块都给你，你都给他喝完了。他等会儿他那个菜不吃了啊？对啊，菜吃不完了。你喝可乐就点菜吧，别干喝，肚子胀。吃，走吧，加油吃。有商有量的，给他吃点饭行吗？小宝宝，他这里面都啊，他刚刚。他刚在那里吹完，他说他兜底，他现在开始求爷爷告奶奶让别人吃。小包，你没饱，我知道你没饱，我还在战斗。小包，你别装了，他真饱了。喝你20。